跑友们好，无动说跑步，夏天到了，手把手教你选装备。我收到邮件，亲爱的无动老师，请问夏天夜跑有什么跑鞋是会发光的？夏天到了，大家都想瘦身，所以呢，夜跑是一件好事情，跑比不跑好，安全当然很重要。鞋子本身会发光是很少的，对，你需要充电，但是反光的鞋子是挺多的。我拿亚瑟士举例子啊，这是一双普通的亚瑟士跑鞋，它没有特殊的反光材质，但是亚瑟士的跑鞋系列里面带着 Light Show LITESHOW。 我举个例子， Kayano 有标准的 Kayano， 它有 Kayano Light Show 系列，带着这个 Light Show 的就是晚上会反光的。哎，你想象一下，你会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当然你得首先判断你的足型，如果你是正常足弓或者偏低足弓，你可以选择 Kayano Light Show。 如果你是正常足弓或者偏高足弓，那你就应该选择 Nimbus Light Show。 那你会问，我怎么才能够选这么多的跑鞋型类，怎么才能选到呢？建议先到微信小程序陪你跑，里面有模块，选双鞋，输入你的体征参数，选好了然后去实体店试尺码合不合脚，然后再到线上购买，这是比较合适的。最后淘宝或者微信搜索陪你跑小店啊，你就可以获得我刚才介绍过的跑步装备。祝快乐奔跑。